大家好，我系死佬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。今日我哋玩翻我的病房嘅 N 嘅保员啊。我谂应该有啲人等到已经取消个订阅都唔定，不过冇办法啦，因为佢本身系要用 N， 唔系，本身系要用攻略嚟玩嘅呢只 game。如果要攞到呢啲 N 咧，咁我自己真系冇心机睇攻略，所以我自己拖咗好耐我先拍。系啦，咁都唔会好似正常咁样由零开始噶啦。我相信大家都冇咁嘅时间陪我由零开始玩啦，我亦都唔想。咁我已经揾齐晒左右两边齐人嘅 N， 咁我会逐个咁样拍翻嘅，一集里面拍晒噶啦。咁睇下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啲咩讲先，有啲咩打唔开。咁仲争一个，仲争病态嘅。咁病态我哋要揾埋佢，我哋先可以完成到左边呢个完美嘅 N 嘅啊。通常咧，如果你一开始漏咗呢个病态咧，你就会中招噶啦。病态你好啊，呢、這个啊。我有09号房的锁匙啊，冇事，我会等住嘅，你快啲过去都好啊。吓，我好啦，你快啲过去啦。O K， 得到09号房的锁匙，但我哋未过去咧，应该就唔系嘅。我哋要揾埋佢，揾埋其他人。病态系啦，长颈人最喜欢嘅系等待，会一直继续等嘅情况之下发病，即系。等到颈都长，呢、這个就系俗语之中嘅、啊、但日本人都有呢个咁嘅歇后语咩？不过日本其实啲怪物都系，我记得有一只系零零四只长颈嘅怪物，嗰只怪物我好深刻，所以我自己记得。好啦，齐人啦，仲逐个讲下嘢先。病态，无论如何都去嗰间房啊？都唔系嘅，虽然点样样都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咯。呢个啊！讲嘢啦，琴日刚识得讲嘢啊，唔能够讲嘢嘅咩？哈哈，点解之前要做咁麻烦嘅嘢啊？大概佢都有苦衷嘅，之后再好好说明就得啦。呢种事放住唔理比较正常啊。哈哈，你真系受欢迎啊，系咩？等你翻嚟之后开个派对啊，一个属于你嘅派对啊。吓，点会翻嚟啊？从一开始就能够讲嘢噶啦，都唔系嘅，又沉默啦，果然真系好麻烦啊。OK， 同其他人呢？你快啲去得唔得啦？去边？只系咩都唔再谂过去就得啦。明知啊，都系算啦。如果仲有机会嘅话，就嚟倾下计啦。因为我仲会响继续响呢度等嘅。总而言之，只能离开啦。吓，如果你翻嚟嘅话，一齐嚟倾偈啊。OK 啊，即系大家都系，其实呢边个 end 咧就系大家都得到咗满足而喺呢度聚集啊，即系你帮晒佢哋做咗好多嘅嘢，咁佢哋觉得好 high， 所以就喺呢边呢间房。我自己觉得咁睇，总觉得眼睛周围好痛啊。尤其是当你接近的时候变得更加痛啊，请快点过去啊。OK 啊，为什么这么不想见到我突然之间炫耀？哎呀，你是稍微努力令自己光明一点啦，是这样，就是吵死了，根本不睡到，不要成日挂着睡啊。啊，还有很多很多想去试一下的事情啊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你快点去，快点回来啦，再一起玩好不好？这个能够说话和不能够说话都没关系的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变得能够讲话的缘故，或者变得不能够讲话的缘由，好期待你听你讲给我听。 OK， 即大家都叫我去这个09号房了，慢行了，有什么打不开。 OK， 那我们去09号房，点是进去，是那个女仔，佢眼冇张开到，竟然，咦、这个故事唔同咗。我记得咧，之前同佢讲咧，佢话手上指住嗰样嘢，你大量出血，流血好多嘅样，死咗。吓，我死咗，即系我迟咗佢，所以佢死咗啊。佢嘅眼睛冇张开啊。咦，之前佢有嘅，即系佢而家死咗啊。你嘅眼睛冇张开啊。吓，你。即系点啊？佢冇张开到只眼啊！哦，
即系因为我挂住帮人，所以咧我从太迟过去救佢咧，佢流失血过多死咗系咪？喂，我嘅房间啊，你识讲嘢咯，好多嘅玩具，写住我目标嘅字，收纳住文具。呢度有本嘢之前冇开到嘅，而家开咗。一本蓝色封面嘅书，呢、這个我嘅日记，系咪要读啦？梗系玩得咁辛苦，就为咗读呢两本嘢。点？零30日，最近瞓唔着，好几日一直都瞓唔着。听日揾爸爸妈妈倾下啦。好恐怖啊！冇嘅，琴日嘅记忆好恐怖啊！点解冇写喺日记上边噶？紫色同蓝色。昨天的日记写的是什么？好恐怖啊，是不是发梦啊？有记在日记里面，所以一定不是发梦。但是如果这个是梦的话，最近没看到外面，只是听到落雨的声音，已经无所谓了，一定是发梦啊。蛤？是发梦？即是为什么我现在被困在梦里面那种状态，是不是敏锐的书？咦，我未读嘅咩？是但啦，有冇其他特别嘅嘢啊？瞓唔着，好恐怖！佢记录咗一啲，即系佢有时睇唔明假日，佢记咗一啲平时唔会记嘅嘢。咁我可唔可以瞓翻啊？咁我瞓翻，继续喺个梦里边咯。OK， 我哋又要出去啦，离开呢一度，离开咗，又行咗嗰条咩楼梯。佢哋又会翻嚟开个 party。咚，哦，真系响度。其实之前都知噶啦，系 Hi， 欢迎翻嚟。点解你要突然间扩张到咁样咧？好惊啊！你咁样搞咯，跟住点啊？吓，又话开 party 嘅，做乜得你一个人噶？跑紧，诶，扑亲定系点？做咩事？避开咗，跟住头夹住咗啊！吓亲，做乜嘢你？好似好恐怖咁嘅样，点样样啊？咩点样样啊？边个知道、啊、你呢个人啊？好啦，入去啦，大家喺度开紧 party 啊！真系有咩食先？嗱，开 party 最紧要就系食好嘢，我话自己咁睇嘅。点啊？捞好耐啊！呢个每一次 call 场咧，佢都end 咗啦。即系点啊？呢个系一个梦啊！即系由头到尾，我都喺个梦里边冇醒到落嚟，系咪咁嘅意思咧？呢个 end。其实我自己系冇玩到个 end， 我但系知道点样过咧，我就冇睇到，我直接 save 完，跟住直接拍啦。所以我都唔系好明佢噏紧啲咩梦 end 咗啦，咁就跟住咧有冇后续剧情发生？应该有，我记得我冇记错嘅话，因为睇过啲人话系有嘅，应该但系捞好耐喎，又快啲啦，好冇？有啦，咩事？好恐怖啊呢件事！个样咧同埋条颈咧，继续啊？点样样？点解你快过我嚟到噶？点？做乜嘢事？啊！呢张相影嘅系边个咧？点？你都被传染咗沉默啊！哈哈！睇下先，你咩时候喺度噶？唔使咁紧张喎。什么都不要想，开心地玩吧。他是没了半边脑的人，所以他会这样想。如果只是稍微留在这个房的话，大概我在哪一天都会在这个房里死的。不过跟你就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不读书的话不可以这样才对。就是怎样？另外一个呢？果然眼睛周围都好。好咩啊？突然之间你讲啲唔讲啲，一个月讲到猜哑谜嘅佢哋呢度咧，将我放喺一边派对之类嘅嘢引人注目，真系唔可以原谅啊！不过咁都冇办法啦，哈哈哈哈！唔好理咁多，将你切碎啊！喂，果然你都系一个好好奇嘅人啦。病能唔能够早啲医好咧？唉，大家都有啲。为什么凝视住我啊？十二日啊，讲紧咩？我喐唔到啊！突然之间，做咩事？啊，对唔住啊！咩事？总之，首先恭喜啦，
同埋你嘅故事啊，失礼啦，下次再提比较好。我喐唔到喎，喂，你喐到啦？啱啱仲点解卡住咗个位嗰度？咁样讲嘅话，喺左边嘅抽屉，唔理点样做都打唔开，点解呢？诶，大家就第二句对话噶，点样样啊？潘大爷唔会讲一啲咩祝福嘅话噶。呢个系难得嘅派对啊！准备一个两个蛋糕好咧，发光嗰啲金色蛋糕真系非常之好啊，好好啊，唔系咩？下次做俾沉默君睇，阴沉君啊，人哋叫傻，好似仲有啲咩其他嘢要转静音啊？呢只 game， 虽然我唔系太明白，好似系话要同佢开 party 咁嚟啊，做啲咩先至好咧？应该冇啦，应该都系差唔多。大家要讲嘅下面啲人有啲分别，上面就冇。想从嗰间房出去啊？只要从嗰度门出去就得咯。啊？包括你嘅话就系13个人，虽然唔知道喺唔喺度，仲有一个人嘅，冇办法搞得更加盛大，真系抱歉啊。唔系啊 ，OK 啊，冇啦。呢个嘢，诶，好似有啲咩？得到我记录单，睇下先。我记录单，我。独自一个人是病名，持续好几日都没有跟人哋交谈的状态就会发病噶啦，忘记讲嘢的方法零。OK， 罪状不是我的错，真系这个罪状，这个罪状系将一啲嘢推向自己嗰度，系咪走得噶啦？即系我找到我的病历啦。啊，应该冇啦，系咪啊？大家都咩啊？大家都讲晒嘢，咁我哋走啦，准备终结啦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终结。喂，全部人望住我走嘅时候，做乜嘢？你话俾我走 ？OK， 咁暂时呢一个 end 就嚟到呢一度先。好啦，今次咧就系全部喺左边吓，即系全部都令到佢哋唔满足，而令到佢哋喺嗰个封闭空间嗰个位嗰度，同病态倾下偈先。呢、這个啊，我有09号房嘅锁匙啊，冇事，我会等住噶，你快啲过去啦。吓、啊，我好啦好啦，你快啲过去啦。得到09号房的锁匙，如果这个时间直接去09号房就会中招了，那这 N 就会又失败了，所以我们要再找的，看看其他人的病历，现在他们全部人都不懂动了，已经是的，已经得不到满足，所以全部人都不懂动。那我们读一读他们其他东西，长舌病名不知道，舌头没办法回收回去，罪状是什么？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，即係嗰啲長，即係嗰啲係咁喺度多嘢講嗰啲賤人啊！我諗應該係咁樣持續，唔知應該每一呢、這個每一個病歷咧，都身邊總會有一兩個人會係有啲咁嘅情況，即係你朋友又好啊，敵人又好，眼中血冇辦法改變，罪狀將人盯得就嚟穿窿咁滯，即係咁望住個人唔出聲嗰啲恐怖變態佬咧啊！聰明頭失去咗一半，罪狀係咩啊？完全犯罪。即是完全是这些是完全没有想过东西的人，即是说他们有智慧，但他们完全不想东西，只是乘着那种感觉去刽子手，一是死亡一次，罪状呢，这样也有罪状，将人冻得支离破碎，即是杀人，是不是太狼机械化，罪状呢，被朋友教唆未能够拒绝后走后开车，即是他的机械化，原来是因为喝醉酒所以噏到这样，自负者身体发光，罪状欺凌比自己美丽的生物，法外者尖牙利爪不间断地向人施行暴力，探索木化，罪状呢，抱着好奇心地殴打人，哇，其实全部都很邪恶啊， EX 这个都有吗？这个他的罪状是什么？以吓到人的气势殴打，竟然是殴打人，我想不到你都是会打人那个，真是鼓励不到啊！我以为他不会打人，他应该没什么气势，应该是不是因为又犯了那样的事，所以就得到了相应的病呢？学者是什么？泄漏情报。 OK， 敏锐呢？盲目的女孩子将罪推给其他人，即是 OK， 那我们找回谁个先？找回病态，病态怎么样啊？什么啊？我要怎样做比较好呢？蛤？说什么？没了了，病态颈变长，问号？咦？没了噃，他不见了，那他去了哪？应该去回刚刚那个房，那里大家就会找到
病态嗰、那个罪状系咪啊？诶，变咗第二样嘢，变咗一份礼物嘅，点解？诶，有个箱，呢边放住病态嘅记录单，得到病态嘅记录单，嘟嘟嘟，跟住咧慢慢消失咗，跟住呢度黑画面，跟住病态出现啦，系咪啊？病态唔喺度 ，OK。喂，周围成有一个病态嘅肉蛋，读一读先。病态病名唔知道，长颈鹿我知道，颈不断系咁变长，背面写住一啲嘢，系啲咩啊？佢冇罪状嘅，明明等待住嘅，吓、啊？将病态嘅记录单跌咗，无啦啦点样将佢跌咗？系将佢掉咗系咪啊？唔好理咁多，咁我哋而家去零九号房嗰度吓，明明等待住，等待住嘅系乜嘢咧？唔知道今次嘅结局阿李会唔会就咁吱吱咗咧吓，定系都系淡开眼、睁开眼啊？诶，冇事，死唔去，指住嗰张字好啦，我哋读啊。李大量出血，差唔多死啦。佢嘅罪状系咩啊？佢冇罪状，因为佢差唔多死啦。点点点，呢、這个我咧已经冇救噶啦吓，连聊天都做唔到啊，亦都冇办法俾你见住我，就连一齐思考都一齐。我跟住两个应该是一些情侣关系系咪？呢、這个啊，呢个、啊、得到个绿色嘅锁匙。诶，临死之前交代咗一啲遗物喎，跟住又消失咗，不断系咁发梦。绿色嘅锁匙系啲咩咧？之前都冇嘅绿色锁匙，而家我哋又得到咗啦。卜，又跌咗落嚟。绿色嘅锁匙应该就系嗰本记事簿，我嘅房间。绿色的锁匙，这个诶系啦，果然好像是某人的日记，要唔要读读啊？又是什么啊？今天都冇过嚟，今天都冇过嚟啊，冇过嚟，落雨啦，今天都冇过嚟。我记得好像之前佢嘅日记度都是话写落雨，明明我一直等喺度讲，已经冇啦，难写的事咯，我厌啦。从今日开始去奇怪的地方住啦，但系已经冇所谓啦。呢本日记佢嘅，因为佢话一直等待啊嘛，咁呢个日记应该就系病态嘅日记，但系点解会响度嘅？离开啦吓，离开咗，跟住病态又应该留下等紧我，我谂系咪咧？诶诶，冇嘅，呢度系。跟住就慢慢飞欧吓，咁、啊、其他嘢咧？其他嘢系点啊？我翻咗嚟啦，吓、啊、就系咁，咩都冇。喂，会有人等我添？系咪因为已经全部人失望，所以就全部人走咗，定系点样咧？跟住又 end 咗啦，有另外一个 end。呢、這个 game 最麻烦就是完全冇 BGM， 我应该喺后面加翻少少 BGM 做翻啲衬底。不过呢个 BGM 唔系原先故事，纯粹系自己揾翻嚟。And 有冇其他剧情发生？最紧要系咁样。诶、欸，又啊！有张纸巾搣完纸巾跌咗喺地下嗰度，跟住点啊？张纸巾系咩嚟？患者病态病历病名唔知道，长颈鹿我知，颈一直伸长，罪状系咩？无法继续等待而杀害，吓、啊，即系点啊？即系我等人会被人追杀，终结。好啦，今次我啲病房嘅所有 end 我都收录完啦，咁多位。如果中意影片，麻烦俾个 like 或者俾啲 comment 我啦。我知道争咗大家好耐嘅数，不过呢个 game 我真系的唔起心肝玩。佢嗰啲谜题咧，真系唔睇攻略嘅话咧，你会用好多时间，我费事卡关卡咁耐啊，其他成，所以选择用呢个方式去拍埋另外两个 end， 请大家见谅啦。咁如果你哋要揾攻略咧，我相信自己上网揾都应该唔系好难揾到嘅吓。咁好啦，咁多位，拜拜。